晚安，你好，欢迎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到了，今天给嘉宾来代班，我们带你来看看这个高端哈，这个解盲结果是成功的。那么现在大家普遍而且没有疑虑的是呢，都承认了说高端打这支疫苗是安全的，季节不百嗨，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副作用。那么当然，我们这个拿到的是跟这个美国国务院给我们的一个病毒株嘛，然后来进行研发，我们用的技术比较慢。但是比较成熟，比较安全。昨天在这个解盲记者会当中，好，我们看到了呢，这个高端公司他承认，对于变种变异株，确实，特别是后来的这个巴西啊、印度啊，这个效果呢还不是很明显。那么英国变异株应该是有一定的效果，问题是效果到哪里？我们今天要来讨论一下。那么另一方面呢，针对到底保护力如何？这样真侪人看咧无啥啥哈。简单来讲，我们现在就是要针对综合抗体，看起来它的综合抗体效果不错，但综合抗体可不可以直接就作为是疗效的替代指标？好 ，Nature Media 这份杂志，国际的杂志认为说。两个是正相关的，所以只要马公，哎，这两个是正相关的。我们的高端呢，综合抗体效果不错，应该可以把它当作疗效的替代指标。学界还是有蛮多争议的哈。那我们今天来讨论可不可以？另外，第一个重点就是讲，起码有很多人在将军苏贞昌院长嘛，将军尤其是金门地区的人啊，讲可不可以给我们小三通，让我们载人去中国打疫苗？其实无跟你懂啦，无跟你懂，好。那陈玉珍天天安尼逼啊，讲我们今麦要直接去中国打，啊，其实要去的去，政府敢样跟你阻止？我们又不是集权国家，好。啊，另一方面再来看看柯文哲事件哈，其实引发蛮多争议的哈。事实上，柯文哲最近呢，每天我们是 CDC 的记者会之后呢，台北市就豪整一下，在举行了一场记者会，每天都好像比看政论节目还要精彩啊！看柯阿伯没人今天有够爽的啦，所以他年轻支持度今毛寡关的咧，感觉好像拿到了参选总统的门票了。我是感觉讲一这名嘴袂歹，一百分好不好？高者高分好啦吼，一这几个起定好啊唔好？这么珍惜的疫苗哦，观众朋友，我很多基层诊所医师朋友。被造册，造册造了四次，一剂都打不到。讲三更半暝一大堆也要绑出来，拜托大家赶紧给做了。人好心肝诊所真的好心肝，帮你煮，帮你消化这珍贵疫苗。很多急诊医师、牙医师也是 高危险群的、啊，住无拜无。你三更半暝放一大堆，好心肝帮你打，帮你消化这些疫苗。你柯文哲没有能力消化的疫苗，半暝要绑好人帮你煮。你现在全部甩锅啊！鼓掌的样本啊！我请教你，你每天在那练笑话，你每天在练中央，说中央不会做，中央跟哪不会做，连你疫苗都没摘掉，冠军就比较好吧？你连疫苗都管不好，你还想当名嘴来骂人吗？不是啦，你就专心做名嘴骂人就好了，不要用市长的 标准来要求你。你明明知道疫苗很难买，你的 SOP 怎么是跟一般流感疫苗的方法丢给一个鼓掌决定？你说这话。一般人可以相信吗？好好来讨论一下。现在介绍以后来宾，首先介绍是民进党的新北市议员何伯文，大家好，大家好。政治学教授范老师，慧明好，大家好。再来介绍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病毒学博士赖秀穗教授，大家好。好，再来介绍是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好，我们来介绍第二现场哈，这个柚子医师陈慕容，大家好。好，再来介绍是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吴佩益，主持人好，大家好。好，我们今天先来看一下哈，这个柯文哲他道歉了。他以前很爱说公开透明，他以前选举的时候他就是我要公开透明，但是今天这个疫苗事件发生错了之后，他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公开透明，换句话说你之前没有公开透明嘛。我们来看 VCR。 北市爆出疫苗黑箱，当中包括核心诊所前后拿了85瓶，施打1090人，核心强调施打人都依规定造册，如今内部对话内容也曝光，核心提到医师人员95%以上都打完，是否能再给10瓶？给院内的房务清洁人员和行政人员，卫生局随即回复今天可以来拿10支。6月7号当天，卫生局询问核心说院方有联络疫苗还有少，核心再加码问15瓶方便吗？强调主要是检验所的人加入 COVID-19 国家队，还说之后一定配合卫生局政策协助施打。卫生局人员回复确定15瓶就 OK 吗？核心也说已经和院长再三确认。为什么给那些诊所？我先讲问了，说搞什么鬼？怎么会没有管控系统？怎么一回事？我们给社会一个交代。
哲承认内部控管出问题，却又在脸书po文说想打疫苗、想抢疫苗，出自人性。如果疫苗足够，台湾怎么会有疫苗特权阶级？看似替自家卫生局讲话，但事发当下先将股长宋正峰调查 IP 甩锅，随后又爆料中央寄放疫苗在台北市，才会看起来打得比别县市还要慢。再后疫苗预约系统迟迟不上路，甚至出示中央公文证明疫苗给诊所有所依据，三度想转移焦点，最后连卫生局长黄世杰都请辞，接二连三，这一场疫苗黑箱之乱保卫战，就连议员都看不下去，把所有的疫苗通通拿去做人情了，却不敢担当。你还有说，如果疫苗够的话，怎么会爆出这种权贵偷打疫苗的状况？这样子的比喻真的是大大的不对啊，实在是失德。记者会上认了内控出纰漏，强调会好好调查，但台面上又把责任推给疫苗不足，基层恐怕难以幸福。所有的问题出在管理，很多地方等不到疫苗，嗷嗷待哺。台北市中央对你这么好，给你这些疫苗，你没打完不打紧，你还乱打一通。好了，现在呢，检调单位都要下去侦办了，告诉能帮你消化疫苗的人，哎，一点一乖呗。那来看哈，为什么我讲是人帮你消化疫苗？会议记录曝光了嘛？柯文哲决议的九号以前要打完660瓶疫苗。大家嘛，杂工最近其实各个县市都有一些竞争呐、啊。结果柯文哲打刚底下在直播没中用，发现说，哎、欸，别人打疫苗的效率比他好之后，紧张了嘛？因为大家发现说，你有这么多疫苗没打完是怎么回事？那么多基层没打到，哎、欸，很多牙医师他每天这个要挖这个病人的嘴巴哈，打不到疫苗哎、欸。好啦，他发现说一怕的比人卡板料呢，他决意要打完660瓶疫苗，结果诊所是当天晚上急着接种的。这个公文哈，会议记录来看，6月8号礼拜二早上的10:30，主席叫做柯文哲指挥官哦，哈，我们直接看重点，请于6月9号前哈，将本市这个剩余660剂 COVID-19 疫苗全数施打完毕。好啦，市长急了，要赶快打了。所以呢，刚刚那个陈怡君就有爆料嘛，这个好心肝诊所就是为了要赶快把他的6月9号以前为了要打完，对不对？当晚好心肝诊所就怎么样，连夜施打了1285个人。然后呢，结果事情被曝光之后，今麦好心肝爱红俩去这个用啊哈，事情复这就是疫苗控管的问题嘛。柯文哲把过错全推给基层股长，这是市长的格局吗？好。啊，气到不知道要怎么讲，博文你来讲好啊，气到不知道要怎么讲。我觉得很离谱了哈，为什么？你说你剩下660瓶，你说要急着把它打完也没关系，你这660瓶出去，假设你打的对象是1到3类防疫人员、医护人员，大家没话讲。我坦白说，今天啊，也不是说，哎，为什么给好心肝，为什么给那几家特定的诊所？虽然这个部分也引起很大的质疑，因为很奇怪。台北市有3-4千家基层诊所，结果就特别就找这几家，那到底评选的标准在怎么样？那我再退一万步讲，好，即使说你有私心，或者说你跟这几个诊所特别好，但是这几个诊所如果他施打的对象就是所谓1到3类，我觉得大家也不会那么生气。但问题今天不是啊，今天这些施打出去是包括什么？你的顾问、你的志工、什么清洁人员、水电工，包括警卫，通通都在这个施打的范围之内。那我请问，那其他大楼的警卫、水电工、清洁人员、顾问要不要打？所以这个东西啊，会造成大家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平。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状况？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我跟大家讲哦，现在这个疫苗是所谓的战略物资哦。这个疫苗战略物资是在传染病防治法里面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否则你看为什么这几天这个高检署指示说这个士林地检署赶快去查，检方为什么要查？因为这个不是只有行政责任，这个还有这个司法上的这个司法责任、法律责任。好，那我要问啊，这两至少目前为止我们知道202瓶的这个疫苗外流到好心肝，这个外流到底怎么外流？我这几天听到一向标榜透明啊、公正啊、标榜无私，说疫苗之前人人平等的柯市长，到今天为止他没有解释清楚这202瓶到底怎么外流出去，到最后只推给一个股长。我跟大家讲，以目前这个情况之下，一个股长有可能承担这么大的责任吗？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赶快流向交代清楚，这个是怎么流的？你控管到底怎么控管？你知道我到今天早上啊，还有一个这个药剂生工会的这个打电话给我，他说议员啊，你要帮我们讲话、啊。台北市的药师2000多人到现在没有办法打疫苗，他们通通都有列车在案，也都有去登记，就是没办法打到。为什么这个2000多人可以打到这些疫苗？第一个，第二个，不止药师哦，还有包括药剂生，还有助理，还有包括很多在基层诊所第一线的行政人员，到现在都还没得打。我都不要讲到说医护人员也一大堆没得打。请问在这个情况之下，你为什么可以外流这些疫苗出去做人情？我们不是说清洁工、水电工、顾问、志工不重要，都很重要，每个人都很重要。但是现阶段我们必须按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分门别类，要依照这样顺序去打，否则我觉得天下大乱。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第一个，柯文哲柯市长他到现在没有讲清楚；第二个，到现在我觉得 台北市政府真的是欠全民一个道歉。好，我们来看，其实不要甩锅给好心肝啊。好心肝他到了这个检察署那边的时候，地检署约谈的时候一样在供了，其实他们连保全水电工打，今天其实媒体圈都流传了一份有被打的 VIP 的名单，非常的多。郭子乾昨天说没打嘛，他今天脸书道歉了，说没错他有打。好，那这个有一些演艺志工也都说有打，包括媒体界丁丁金贼狼怕。那么好心肝一共哈，卫生局清楚我们施打的对象是志工，台北市真的令人很摇头啦。台北市说哈，卫生股长配发疫苗的时候，明确告知只能打第一类到第三类，不可能明知道替义工接种还配发100瓶呢、欸，观众朋友，100瓶可以打1000个人呢、欸，个敲鬼哦，1000个人就是讲个轻哦，你一瓶打10个人对不对？剩的轻的嘛是个人在跑、哦。台北市说绝对没有这种事情，不可能明知道是替志工接种还配发100瓶，请好心肝提出证据，现在就是要怪好心肝的啦。许金川讲6月7号接到卫生局通知可以打，好，但是被说被告知说要马上打完，6月7号给你，你要马上打完。他当天拿到15瓶，9点多打完了，第二天又被告知说还有100瓶。他在帮卫生局消化嘛？台高雄市怕个加紧。你也那也好，柯市长脸上无光，他讲还有100瓶再来打，但是我给你，你要打完哦，也要当天打完哦。所以许君灿他说是卫生局通知他还有100瓶，要当天打完。他开始动员同仁彻夜帮各界好心肝朋友、志工、诊所各楼层清洁水电保全来接种。新核心也拿到了85瓶，核心执行长也说，我们确实蛮多人打了哈，这个我们都是打工作人员哈，包括呢这个内部的工作人员，但是台北市也很清楚，他们有去要，那要到也很清楚他们施打的对象是谁。他说呢，哎，我们刚刚问了，基本上我们医师人员已经95%以上都打完了，好，人家核心很实在哦，医师人员95%打完了，如果可以的话，可不可以再给我们10瓶呢？我们还有防务清洁人员、行政人员哦，这些人也都穿梭在院内活动的哦。好，哎，我知道等诊所等级可能不行哈，但是我们诊所现在规模跟一般诊所不一样哦，如果可以领到的话，真的太感谢了。所以阿公，你们可以来拿10支。佩仪，我相信你也很愤怒哈，你应该也是承载着很多基层医师、基层诊所的愤怒来到我们现场的。现在到底是怎么样？柯文哲今天道歉了，道歉有什么用？昨天晚上柯文哲市长又发了一篇脸书说，啊，会发生这些问题，终究就还是人性，终究就还是中央给我的疫苗不够。看到他这个说法，我真的认为说我们这个市长他已经丧失，我给你不够，你都打不完了，你都当药诊所帮你消化了，我给你够还得了？对，然后他还把他讲成说这是对他个人的政治斗争。我坦白讲，因为我自己住在万华，万华是这一次的热区，从疫情爆发开始，真的我们每天接到非常多民众的电话，那我们就已经发现到说台北市的疫调框列出现严重的问题。但这件事情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跳出来大声疾呼，就要去指出柯市长的说谎跟错误，是因为大家要注意哦，现在回头去对那个时间，第二批的疫苗中央配给地方的时候，是先询问你台北市政府，你们现在第一到三类还缺多少的需求，中央是要配100%的施打率的量给你。当时我们台北市报给中央的量是53000多剂，
所以中央配给我们5.4万剂，是要让我们100%1到3类的造册名单都可以打得到。但是今天怎么会，我们这一批疫苗配给台北市之后，昨天柯市长才承认说，我造册名单1到3类就是还有4万人没打到。啊，你现在跟我讲我也没办法，因为疫苗没了。当时中央配给我们台北市就是1到3类100%施打率的剂量，我们当时给人家造册名单就是这样嘛。所以我们发现到说，柯市府这一段时间内真的是造册完全乱做，没有在做造册，没有再去做按照施打顺序的安排。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医师工会这些基层诊所从5月22号就开始在造册给卫生局了。哎，我有别人说他被造四次，造了2次、3次、4次，造到5月31号，怕不？啊，他们发现说奇怪，怎么听到里长都打到疫苗了，我们的医护还没打到？里长没有说他在1到3类里面，当然大家注意，1到3类也是有优先顺序的，第一类绝对是最优先施打的嘛。所以你现在，你既然发现在5月31号，他们就把疫苗配发给诊所，这些人当然他们如果是符合医师人员资格，他在这个类别里面，可是他们是不是最高风险接触的一群？我们医院专责医院里面都还有医护没有打到，你怎么会在5月31号就把疫苗这样子流出去？现在说流出去，这是一个非常模糊的说法。检调为什么介入？因为我们的政府把疫苗，这个是公费疫苗，这是国家的财产，配发给不该配发的单位，甚至不是签约的合约诊所，然后后面施打的对象又通通不是应该施打的人员，这个很可能是涉及的是贪污治罪条，这是图利罪。为什么检调要去介入？不是流出去，我检讨一下程序啊，我现在才发现原来股长就可以分配这么简单的事情。那我们现在觉得很质疑很奇怪的事情是，比方说我们那边就近的和平医院，也是我们台北市立联医系统，他们告诉我说，原先6月8号晚上跟6月9号和平医院都是有疫苗门诊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6月8号突然被卫生局通知说疫苗门诊取消。嗯，哦，那你和平医院这批疫苗当天卫生局把它收回去了。嗯，这批疫苗收回去之后拿去哪里了？我真的是很质疑说，会不会是因为柯市长6月8号下令，我这个剩下6900剂的疫苗一定要打完，我就是要打完给大家看，不管打到谁的身上，所以卫生局赶快把疫苗收回去，然后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流向了出去呢？这100瓶的疫苗绝对不管是谁决策的，因为好心肝诊所他人员就是没有这么多，你在当初配发给他这个剂量的时候，你就一定可以设想得到他的施打人员是谁嘛，因为他并不是我们合约，比如说在和平医院，他可能内部的医护施打的已经施打完毕，可是他这个疫苗门诊是要给谁施打的呢？就是要给我们这些基层医护有造册来给卫生局的，安排到和平医院的门诊来施打嘛。可是照市政府的说法，他们配给诊所的疫苗只是给他们内部的医护施打，他们也没有负担要去帮其他基层的医护这个造册名单人施打的责任哦。嗯，所以你不可能去配出100瓶这样的剂量，这个配发就是乱配，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我觉得市政府到现在其实一直没有去说出真相。好，当时跟中央喊话说，5月25号喊话说，我台北市只剩下2瓶疫苗，我们没有疫苗了。欸，结果5月31号你就有疫苗可以配给诊所，你甚至不是配到第一线的专责医院。到现在我们就怀疑说，根本这段时间以来他们没有按照造册的名单来安排优先施打的顺序，才会导致到现在还有5000多的基层医护，还有我们2000多的药师，到现在等不到疫苗。而这一些是市政府管理的疏失，并不是中央配的疫苗量不够给我们。台北市的长辈很多，80岁以上的都怕了。啊，你现在你想让他消化？我认为他现在是病急乱投医，他就是要给中央看，说他可以打得很有效率，他就丢给承诺可以帮忙打的人。核心医院他受访嘛，核心医院说，疫苗不是去药就有的，一定是他们主动给的。台北市卫生局说有多余的疫苗可以配发，叫我们赶快打。那时我的1000多位员工还有很多打不到疫苗，听到这个消息宛如天降甘霖，我们当然很高兴，怎么可能拒绝？何况当初是官方通知有多余的疫苗可以申请，我们选择相信官方，说我们偷打，这真的没有意思。对于这一点我很有意见。哦，他有他的你很歪嘛。那这个公文的曝光显示什么？你一下子丢出来，你丢出来是要人家可以消化，当晚要帮他打完。当然是清酒
亲戚朋友大家招招的嘛。所以今天我看张伯洋哈，激进党的公，这是一个疫苗换绝情的故事啦。我帮你打疫苗，打完我帮你消化，还要被你罚200万，这样有得利啊，没得利。赖教授，我签稿一下哈。这个柯文哲市长医生出身，每天对中央说三道四，好像很会防疫。他现在连一个疫苗都管不好，他把疫苗这么珍贵的东西，国际之间抢破头也买不到的东西，他拿来当做一般的流感疫苗。一张阿拉敢讲哎，一公，你一定不敢相信，一般这个疫苗跟一般流感疫苗一样，股长就可以决定发了。他管理之下的台北市可以让我们的珍稀资源当作一般流感疫苗的 SOP 发吗？他通通推给股长，这说得下去吗？他的卫生局长要请辞，他说不准，凭什么不准？那现在大家在打仗了，也不要说叫谁下台了，你自己说这是人性，就是因为有人性的问题，我们才需要管理嘛。你管，你们医界对于这个柯大市长这种疫苗这样处理，拜托人家消化，这么快垮你冷爸爸，你有什么看法？从这个我们5月11号五月初的时候爆发这个疫情的时候，他完全没有积极的去参与。你看他还讲说 不必要疫调。当然虽然说今天啊，今天台北市的那个病例剩下49例啦是有进步。但是他一路来 这一个月来他对这个疫情的一个这个病情的一个那个的控制啦，他没有积极。这个疫苗的分配搞得这样的一个方腔走板，我看这个问题这个政治问题柯市长他要负这个政治的责任啦因为这个问题我们台湾是有这种明文的规定，第一第二第三类的一个施打，那今天有很多人打不到，那你把这个疫苗去送到一个不合规定的地方再施打，而且偷偷的打啊，这样的实在是，老实讲起来了这个疫苗人家在抢，现在是救命的，那每个人都希望先打到了。但是柯市长在这个地方事实上，我不晓得他不知道，还是督促不周，还是他真的做市长做累了。好，所以这次的那个疫苗的一个事件事实上是一个方腔走板。赖教授你也很慈悲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帮他消化这个疫苗的几个诊所现在都要被约谈了嘛，我们来看约谈的最新进度。院长要不要澄清一下？要慢慢解释啊。谢。好心肝诊所爆出特权打疫苗风暴越演越烈，不止剪掉大动作约谈，名单上有谁也引发关注。好心肝接种名单在网路疯传，一一曝光。每次都看到我说，你面黄肌瘦，你是不是得肝病啊？常帮好心肝站台的资深艺人郭子乾原本否认，但突然改口认了有打疫苗。我们特别的来宾是我们的侯昌明侯大哥。哟。艺人侯昌明和曾亚兰夫妻档坦诚以资深志工身份施打。PC Home 董事长詹宏志也证实，还发出道歉声明，行为错误也不应该。另外包含爱奇艺副总杨明、政治人物、商界大佬、媒体人名单连环爆。而被周玉蔻直接点名的媒体人就是赵少康，但他言辞驳斥：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去好心肝打这个。这份名单到底由谁拍板？根据媒体报道，院长许金川和执行长年小金都知情，还说年小金是在看过中央及地方接种优先顺序规定后，为了确保诊所周边环境完善，决定帮伙伴们接种。地球上你知道吗？已经有超过20亿人已经打过这个新冠肺炎的疫苗了，结果在我们台湾，你知道吗？还是要三更半夜跑到诊所，你知道吗？排队偷偷打疫苗。特权疫苗火烧市府，柯文哲尽管道歉，却又甩锅给中央，酸疫苗不够，只是管理不当是事实，已经重挫形象。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柯文哲深夜脸书说，也想问疫苗为什么会给这些诊所，柯文哲说会给社会一个交代。好，他说从现在起公开透明，我对他这句话是很有意见的。他说会用公开透明解决问题，以前打流感疫苗就是这样分配的，你这个可以把它当流感疫苗打吗？我真的想不通。现在起公开透明，要有疫苗的种类、数量、日期、医院，公开透明问题就解决掉了。他也蛮惊讶的，人家告诉
需要多少疫苗，卫生局就发多少，这种事情发生就面对，政风会检讨，该检讨制度也会检讨啊。如果事后才要在那边检讨，要你这个市长做什么？我也蛮惊讶的，我听到你这样发文我更惊讶。好，他说呢，他道歉了哈，深夜发文道歉，强打疫苗是出自人性的，那当然啊，所以需要你的管理嘛，对不对？他又说，哎，大家呢，他说他要把股长送政风，半夜又说不应该抹煞所有卫生局同仁的辛苦。我们来听听基层医师的意见。其实哈，这件事情哈，包括我们听到说，竟然这半夜打了那么多的疫苗出去，而且不是在医护人员身上，不是在一到三类身上哈。其实我们自己医师之间的群组，那么多医师，包括说各个地区的，非常非常的愤怒了哈。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其实一开始说叫我们造册啊，然后呢又告诉我们说，好了，你可以在哪里填什么 Google 表单呐、啊，然后我们会帮你送出去啦，时间到了会联络你啦，通知你啦。好，我们照做了。结果照做了之后呢，过了一阵子说，来，请再填一次表单，请再照册一次。下面就一堆人回复说，哎啊，我之前填过了，到底要不要再填一次？嗯，我之前有照册过啊，那之前的是不算吗？还是要怎么样处理？好，那我们也照做了。在第三次又来这样子一个情形，其实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愤怒。再来呢，你看我们站在第一线，我们面对的是病人，我们是风险非常非常高，包括我们知道说，哎，药师也要面对病人，然后呢，牙医人家嘴巴张那么大，张那么久，然后呢，医务人员每天面对的都是潜在的风险。我们其实非常非常希望打到疫苗。我自己在新北市，我自己在一开始还没有打的时候，就已经有人一开始还没有大家抢的时候，我就一开始就已经有打到疫苗了。可是我很多很多的同事，他都还没有打到哦，结果呢？当你发现这种情形，你是说我们希望争取一个机会，我们希望能够让我们去施打的时候，发现根本好像没有人理我们，没有人在乎我们，也没有人告诉我们说什么时候可以去哪里打预防针。好，那偶尔会发生什么事呢？你看诊看到一半，看到大概十一点多的时候，忽然间有个讯息说，哎，某某地方，哎，有几个人预约没有到的，大家可不可以赶快来？嗯，哎，我们在看诊呢。嗯。然后呢，我们去捡人家剩下的，哎，虽然这也是很珍贵的，可是我们真的没有空啊。好，那我们就放过了这次机会。我们想说，我们有照册，我们继续等。结果呢，等来等去，等到现在，就发现，哎，怎么某一天晚上人家大排长龙，人家说他们在打什么疫苗？哎，原来是我打不到的疫苗。你记不记得当天晚上还有网军发风向，说是打肺炎链球菌疫苗？对，那个是有这样子的新闻。然后林静怡是说你动作我打出社会吗？上面明明就写 AZ， 肺炎链球菌疫苗有需要刷给杀给半暝去排队怕吗？对，记得当初打算这样误导。现在其实超级强的大概就是这个 AZ， 可是问题是前面那一段连医护人员都打不到啦，所以其实医护人员在这件事情上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生气，而且也需要给我们一个交代，到底你要怎么样处理后续一个步骤？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再有一个好的时间完整能够施打到？你不能够两手一摊就告诉我们说没有疫苗啦，那接下来等等看，然后就说来来来，我们再照一次册，之前的不算。那其实大家的愤怒会更严重。就是主持人，我这边补充一下哈，台北市医师工会昨天有发一个措辞强烈的新闻稿。他今天又再发一篇新闻稿来声明，他里面讲的多生气，你知道吗？台北市医师工会，他说啊，他今天发的新闻稿说，他说本会近日接获会员反映，仍有未完成疫苗接种者，透过本会再度紧急调查，至少还有6000多名医师人员根本没有打到疫苗，这是台北市医师工会哦，医师人员，牙医工会、药师工会那要另外的哦，哈。牙医不算，那当然不算啊。那算医，还有药，还有药师工会啊。我今天跟大家讲，药师工会啊，那个都不算，这些都算医师人员。光是他们今天台北市医师工会发表就这么多人哦。那请问，这些都是有本来就职业登记列册在案，为什么这些人没有办法达到？好，这个医师工会啊，讲真的很气哦。他呼吁哈，这个要配合检察官的调查。他说啊，这个。希望勿枉勿纵，然后他特别强调哈，是不是有存在对价关系？希望也都一并查清楚。所以我认为这次台北市医师工会，坦白讲，医师工会一般哦是不会去得罪市政府。没错哦，你不代不起，你得罪市政府干嘛？这次如此措辞强烈，惊讶你大概怎样起掉啊？对，我觉得柯P就是很离谱，他当时还在讲说啊，我们这个什么还剩下两瓶而已，结果他发现。
他这样子总共那天算上还有6900剂，就是有69瓶以上嘛。那他自己在整个管理上面，他自己出现很多问题，而且我说实在，这个不是随便去街上拉人打的，这是有造册的。那你卫生局是在干嘛？我觉得你柯P，你知道你自己是医生，我们为什么这个东西不能像什么肺炎链球杆菌这样子打？肺炎链球杆菌并没有造册啊，那这为什么这种疫苗要造册打？就是因为它的分类是有意义的，我们要达成70%的集体免疫，它就是要照这种情况去打，因为它你排在最后面的人，就表示说你的防疫比较高，所以你晚点打。那在前面的人，比如说我们台北市有这次死亡的都是60到80岁中间的人，那些人就比较优先。那这个整个这个集体打疫苗的这个顺序是有规则的，你不能够这样子乱跳。乱跳之后，我请问你柯P，如果防疫发生破口，你台北市政府要不要负责任？我觉得打特权打疫苗这种事情啊，只有发生在菲律宾这种国家才会有，没有想到在今日台湾的台北市也会有人这样子做。他菲律宾把这个疫苗拿回来以后，这个所谓的政客或是这个贵有钱人家通通打一片之后，被 COVAX 知道了， COVAX 马上取消他的疫苗的这个权利。所以我觉得柯P，你不要害到台北市民，害到这个医事人员，害到护士人员，你还害到台湾的话，你真的是最最最最不可赦了。所以我觉得就说，你这个东西，你不要为了说哦，跟县市长什么拼，陈其迈打完了，你就非得一定要在那个时间打完，不然卫生局什么原因100瓶下去叫你对他就是要拼这个，然后他最后还跟中央计较说，哎，我这边600-800瓶是你中央寄的，你不能算我没有打完的，你计较这些干嘛？做一个医生，做市长啊，你去计较800瓶还是650瓶，寄放在你台北市这样子算没有打完的业绩？我说你够了吧，柯P，这是不晓得人家怎么令人真的很无言呐、啊。对，现在媒体真的是一直在猎物，说到底谁被打了哈？有媒体大亨啊，工商大佬啊，侯昌明夫妻是认了啊，郭启贤今天也认了啊。有些人就被乱点名了、啊，其实没有啦哈。你看现在整个社会的氛围就变这样啊，范老师。昨天我们还在节目说嘲笑郭启贤，哦，说什么？他说他没有被通知。他当这个志工怎么没有被通知？我们还说啊，他是不是不够力怎么搞的？他自己眼看一开始是否认哦，就今天承认了。为什么？眼看这个名单呢、啊，可能就要被公布，可能就会被流露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很多人现在是岌岌可危啊，因为这个名单如果弄出来之后啊，都是一些达官贵人，都是一些什么啊、大财团的老板。我跟你讲，这个老百姓那个相对剥夺感会更严重。我必须要讲哈，今天昨天柯文哲还在甩锅，他说按照职务分工表哈，他说这个疫苗啊就是由股长决定，不是，股长这位股长是负责他的业务是疫苗，可是他有没有决定权？他没有决定权啊，真正要决定当然要上千啊，哪里有个股长就可以决定的？分配疫苗是他的工作，就像说我们学校都有总务处，总务处要负责采购，不是一个承办人哦，例如说哦某个承办人他负责采购。可不是他就可以全权决定的，他还是要上千到上面给总务长或者还公开招标什么才可以决定，他只是负责这个业务而已。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把一个承办的股长说他就可以拍板定案，他就可以说我要给谁给谁给谁，那我觉得没有，这是完全不合逻辑的。因为我们知道一个股长在我们的公务体系里面来讲，他是一个最基层的事务官，他大概只有7职等到8职等，所以他这个兼任官，他哪有这么大的权力？好，所以我觉得今天还在做甩锅。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柯文哲说这就是柯文哲的性格，一天把660瓶疫苗把它打完，哇擦，看起来很有魄力啊！660瓶多少人打？起码6600人，可能更多，因为我们知道一瓶可能打了不止10个人，一天怎么样能够打掉6600人？你平常都没有办法有这个效率，那你怎么办？可能那个也有可能就是说，下面的卫生局局长一急了。赶快去找，想说，哎，一方面找这些私人诊所啊，什么小核心啊、好心肝啊，据了解了，这些诊所有跟柯文哲啊关系也不错啊。一方面呢，啊，你看这些诊所一拿到这个一接到这个卫生局的通知啊，受宠若惊啊，他们说，啊、哇靠，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啊，对，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啊，不知道这是什么，比中乐透还高兴啊。一方面，哎，可以卫生局可能想这是个两全其美。一方面疫苗可以快速施打完毕，第二方面而且一两天就结束了，可以在一天内打完，果然效率。张家俊在土库卫生所
也有滥权违法施打疫苗，他绝对不可能是在前三类里。苏志芬质询点名张荣卫、张家俊，明明不是医护人员，也不是地方防疫人员，或是第三类高风险第一线人员，但云林县的医护人员有10,000多人，施打率才70%，应该还没轮到他们施打，却已经打了疫苗遭报特权。这是5月3号的公文，那最后一天的公文，最近收到6月9号的公文。这么多的公文当中，没有一件说有取消的。拿出好几份公文，张立善说没有看到中央指令，同住家属暂缓，还扩大解释。我们主动将长照工作人员、清洁队员、警消人员、殡葬人员、医疗废弃物的处理人员，还有县议员，以及在第一线采访的媒体人员与他们亲戚的家属们，纳为疫苗接种对象。这些立善作为地方防疫指挥官的权限。张立善说他是地方指挥官，有权限，所以想要保护第一线的人。5月4号我们就是一再三例五升嘛，哈，双北就是一类到三类，那其他区域就是哈第一类。中央5月下旬就公告，张立善依旧在脸书上说，哥哥侄女打疫苗是专业考量。这是整个云林县政府他的防疫的处理真的是不及格，也太糟糕了。张家俊有来这边打过疫苗了。啊，你要去卫生局问啊，你来。张家俊到土库卫生所打疫苗，卫生所人员支吾其词，把球丢回给卫生局。云林地检署就云林疫苗施打争议，网络传言找明代桥疫苗价格，施打一剂代价5000元，通通都要查。其实柯文哲说的没有错啦，哈，就是有疫苗人人抢着打，这是一种人性，但是人性就是需要管理。柯文哲出现这个乱象，哈，云林也被发现说，哎，好像张家一家子都打了，甚至连这个。就是这就是人性嘛，但是台湾要民主化，台湾要透明，就是要管理，就是要有制度嘛。所以这个疫苗出来，人性现行啊。为什么有这秩序？因为这些人医护人员是在第一线，他们是最有可能被感染到的。结果呢，你把那些像这个云林，这个太夸张，抢国家之铠啊！哎，这个疫苗是我们国家的预算买的，你们这些议员凭什么资格可以来打？而且你这样，你一打完之后，你打了医护人员就没得打。我再拉回来谈柯文哲，一天说要打完660瓶，这是不可能的任务。他这是他的一句话，哎，我这个治军严谨，我就说到做到。所以问题是，后来这个好心肝他们都证实了，这个疫苗是到8月才到期，你急什么？你拖个几天，然后让我们的医护人员都打到，我觉得民众不会指责你的。所以你我们看到660瓶可以打6600人。Hello, I'm Dr. Feng Yi Zhang. If your household has a confirmed COVID case, make sure that person uses a separate bedroom and a separate bathroom. Most have mild symptoms and recover quickly with extra fluids and rest. In case of these symptoms, please call 119, health officials, or dial 1922. When providing care, wear a mask and gloves, and keep your hands and surroundings clean. Neither patient nor caregiver may have contact with those outside the home. Make sure that the home is well ventilated. If a bathroom or other spaces must be shared, disinfect after every use. Caregivers must also look after their own health. Once care is no longer needed, caregivers must quarantine for 14 days following the final day of contact. 我们刚刚讲过，光医生就6000多人没打了，医护人员，你把这6660瓶。给专门给医护人员专责使用，有什么错？非常正常。我们只要造册要造4遍，这是什么管理水平？造册都给你造好了，这些人不是游民，这是什么管理水准？对，所以我也必须要讲了，这个卫生局局长，我也必须要讲，是柯文哲老师。可是我觉得这个局长啊，似乎状况搞不清楚。当初如果你把这些660瓶分给各个啊私立医院来做有计划的施打。让医护人员在一个礼拜打完，我相信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乱象了。但我必须要讲，今天去打的人啊，这些人怎么政商名流之类的，你们也要为你们的行为负责。
啊、我当然刚刚讲到人性、嗯，可是你们也知道，你们打到的是医护人员 的疫苗，嗯、你们在道德上也有相当大的瑕疵跟责任，更不要讲这可能里面也有法律的问题。你起码加法律来承担啊啦，真的啦。可是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市政府要负全责啊。我通知你诊所，我给你，然后你限期要打完，然后限我诊所去通知人来打。那你一般人会问说有合法吗或怎样，那你诊我明明很信任你这个诊所，市政府要最负最大责任。对，我觉得市政府你不要再瞎搞。但是你要知道，我叫你来拍的时候你也知道你不是前三类哦。对啊，对对，红牌你也知道，对，自己心里有自治特权哦。对，没有错。但是问题是我觉得你市政府还是管，我们看到的都是跟你过去讲的事情都是相反。比如说什么大巨蛋，你也是后来通过也是灰心八糟的，有透明吗？有公开吗？那你现在连疫苗防疫这么大的事情，你都可以搞成这样子，那到底你到底是可以做成什么事情？现在声量上高的你什么？没有，对不起，我就是科黑，我也是要骂下去。你这样子很奇怪。如果疫苗跟像云林这样子合起来多少，然后各地又加起来，整个疫苗的数目这样乱打一通的时候，我们的防疫体系看到底破口是会倒霉，会是谁？我觉得重点还是在柯市府啦、嗯、我觉得这一批外人，我举例来讲、哦、你说这些去打的人，我想 不可能说每个人都像我们政治人物，我们敏感度是很高、欸、那我可怜，我们就知道说现在疫苗是不够嘛，前面都还那么多人打不到，那很多人他可能接到诊所电话说哦，现在有疫苗我就去打，我相信很多人是这样。所以我觉得现在重点不是在这群人，当然这群人有没有责任这个剪掉去查，但是我觉得重点还是在于到底怎么外流出来的嘛？谁授权的嘛？那这个部分就像我刚刚讲的，其实台北市的所有的医师人员造册都很清楚。你明明知道还有很多人没打，你相不相信柯文哲不知道？我他当然绝对不可能不知道嘛。他说他知道也很惊讶，他怎么会知道？很惊讶，惊讶个鬼啊！这个你知道台湾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健保制度，我们那个健保卡随便那个资料一查，包括我们的医师人员那个造册是多清楚。怎么可能会知道？而且卫生局就有名单，而且每天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每天你不要说市政府了，我们一般马英九以前常说，我是看了报纸才知道。对，我没有想到我们柯大市长现在也是所有的医师人员每天都在跟市政府卫生局反映说我们打不到，我不相信说他们听不到这样的声音，人家就坑了我呀。所以这真的很可恶啦、啊、苗博雅他讲的，现在议会是停会的哦，媒体的提问是筛选的哦。苗博雅问说，北市府何时才能面对问题？哎、欸，议会现在不能哎、欸，我们陈市部长每天忙得要命，他每天要去立法院红脸呢。一柯市长不笨呢，好，来看看这个是卧草特约记者哈海东青的特稿。这个不单纯的案情没有办法在台北市的疫情记者会当中得到澄清，原因很简单，台北市的记者会不允许记者现场自由提问。民主社会，你当时干嘛讲？哎，台北市的记者会不能够自由提问，题目全部都要过滤。我跟赖群组打看一下哈，记者问啦，可不可以请市府回一下，为什么我们家三个题目都被跳过？是觉得我们比较好打发，还是开记者会只想做宣传，然后骂中央而已？哦，啊，就有另外一个记者加一，想反映一下，大家不去采访提问是避免群聚，能否不要变成筛选题目的方式？谢谢。大家都在讨论啊，为什么不能提问？我提的问题，甚至有一些问题，好几个媒体都有提的，你为什么不让我们问？市政府挑选提问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是只想做宣传，然后打骂中央而已吗？佩益，所以现在整个台北市政府是没有办法监督的，因为议会停位，因为记者提问通通被过滤。其实这个议会哦，疫情开始升级之后要不要停会，我们议会当时有讨论，因为去年开始议会就有在建置视讯提问的系统，所以如果真的要符合防疫的规范，我们其实还是可以开会的。但市政府来商情，希望我们说啊，因为为了要让他们的官员哦，大家防疫人员可以全心全力的在防疫工作上面，不要把他们绑在议会来协调，说是不是议会可以先停会。那我们大家也体谅，也认为说、啊、没错，现在你们应该赶快去防疫的第一线，所以因此而停会，并不是议员不开会，这第一个。第二个是说，台北市的这个疫情，这个指挥中心的记者会，从第一天开始就没有接受现场提问。要记者是事先给问题，然后他们还会去筛选过滤问题，然后到记者大家炸锅，在群组里面讲说，为什么我们的提问都被你们跳过，被你们过滤？没有记者提问的记者会是记者会吗？像昨天上午，市政府出来11点出来说明说啊。除了好心肝一家诊所之外，我们其实还发出去200瓶的这个疫苗。
那一场记者会，那个事前给记者的通知上面是写说，各位记者您好，那十一点等我会召开记者会了，但是呢，我们记者不开放提问，有问题的话请下午三点半再提问。我们大家就在说，你不提问怎么会叫记者会？这你个人的宣传频道嘛？每一天在我们的这个台北市开的记者会里面，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柯市长都是在杠中央，都是在发挥他的政论。我说，那到底是政论节目，还是我们的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呢？你为什么没有在记者会上面跟我们说台北市现在疫苗的造册情况如何？每一天造册来多少？我们施打了多少？我们累积了6900瓶的疫苗打不出去，可是医师工会已经造册给你5600人的名单，你明明知道还有这么多的医护没有打到，然后那600多瓶，你只下了一个指令，明天全部打掉。你为什么不是说这600多瓶赶快给医护打呢？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时间，我们其实作为议员的身份，其实前面尤其是第一周疫情开始很紧张的时候，因为 我在万华真的要说，因为我每天几乎都是听到救护车的声音一直来去去，所以我也知道说我们基层的这消防队，然后我们的卫生局在我们地方是健康中心嘛，健康中心里面的人员，还有我们和平医院的医护，我们现场采检站人员，他们真的都是叫几尽全力已经忙翻了，那个能量是过载，我们看得到。那我们都抱持着体谅你们市政府，我们现在大家一起齐心来防疫的心。可是市政府不应该这样滥用大家的尊重，把它拿来当成不公开、不透明，然后去掩盖里面决策过程。马上回来。其实台湾的处境真的蛮危急的，我们有在野党的压力，这是应该的，民主国家就是该有这样的监督。我们有来自对岸的压力，这种里应外合其实是蛮艰难的一个状况。那现在这个立委陈玉珍他又说了，拜托开一条小三通的船，让金门的乡亲直接开去大陆打疫苗，这样到底行不行？那苏贞昌怎么回应的？我们来看看。一下飞机，旅客入境金门，身上还有一袋袋行李，填完资料立刻接受快筛。10号金门机场到站137人，其中一人快筛阳性，幸好 PCR 结果阴性。不止设置快筛站，金门县议会议长洪云典还希望包船赴厦门接种疫苗。你看，现在全国的一个死亡数字一直在增加，那大陆方面反而是要释出善意，要给离岛的一个居民有一些疫苗。我反而在站在金门的居民的一个立场，反而全力的一个支持，说有这样的一个做法。洪云典提议，希望中央同意民众前往金门搭乘专船到中国的厦门五通码头，以入港不入境的方式施打具有国际认证的疫苗。目前我们的一个希望的一个诉求的部分的话，是希望就是船靠港。然后因为靠港之后还没有入境的一个部分的话，就是在岸上施打，然后再原船那个返回。目前我们是已经有那个正式的向中央发文了。金门的立委说要包机到美国打疫苗，金门的议长说要包船到中国打疫苗，一个是无稽之谈，一个是附和中国。金门议长抛出包船打疫苗的想法，不管在港区或者是船上，包船的过程恐怕有群聚风险。指挥中心则是呼吁地方跟中央应该要步调一致，才能够有效防堵唯一净土的金门县出现疫情破口。然后我看这个疫苗是珍惜资源，大家都是这个想白换了啊，这个台湾海峡不看管哈，这个政府不能鼓励到对岸打疫苗，但是政府也不能阻止啊，是不是，范老师？政府没有阻止啊，你现在如果你是金门，你真的要去中国打，你就坐飞机先到桃园机场，再从桃园坐到中国任何一个城市，上海也可以，北京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疫苗啊。然后你回来当然还是要接受我们要隔离相关的规定嘛，这个没有禁止你去啊。啊，政府可不可以方便大家坐船去开个小三通？其实我认为他这个打疫苗是个假议题，是透过这个议题来重新恢复小三通啦。我觉得他真正的目的是这个啦。因为第一个，金门现在是零确诊，而且现在金门他现在入境入到从台湾到金门去，他也要快筛啊。虽然政府强调没有不能用强制的，但是我相信很多在金门的民众他也愿意配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认为金门并没有打疫苗的急迫性，因为他现在疫情是很稳定的嘛。你到了中国去反而是增加了风险，因为第一个群聚，第二个你去打了中国疫苗，到底是不是真的合格的疫苗，我们也不知道。
可是 WHO 已经给予紧急使用啦、啊。他只是说你允许使用，但是各个国家并没有承认你的疫苗的这个打的疫苗就可以视为疫苗护照上是登载是可以接受的。现在很多国家他是说你打疫苗打疫苗，然后这个筛剂筛两次都是阳阴性的，那可能可以入境，这可能目前是国际上的规范。但是哪些疫苗可以被接受，还是我们目前看到的辉瑞啦、莫德纳啦、AZ 这些中国的疫苗，只是说让它紧急使用。为什么？因为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他买不起美国的疫苗，买不起欧洲的疫苗，或买不到，所以他只能拿中国的疫苗来等于说充数，因为他防疫能力可能只有50%、40%，但是总比没打好嘛。所以联合国是基于说那些所谓第三世界国家他也要有疫苗可打，那只能够打那个 level 比较低的嘛。所以我也必须要讲，就是说今天中国在金门的朋友，你急着去打中国疫苗干嘛呢？台湾的疫苗很快就可以打到了嘛。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要怎么样，但这打疫苗我觉得是一个只是一个议题，他真的想恢复的是今夏的小三通，因为这个小三通已经说年中间已经一年多都没有通了。那我们知道了，很多经营这个业务的人啊，很多都是在金门的，很急的，他们也都在金门，都是一些政治人物，他们想要恢复这个商，这个不只是由这个人员的往来，可能还有一些商业的啦，或者一些这个相关的物品的输送，他们其实急的是这个。但是如果今天要恢复今夏的小三通，那可能还是必须要由两岸的政府来做一个协商，包含就是说你进到我们这边来，你的人员怎么，你的船员要怎么管制，要怎么管理，这不是说说开就开，因为现在疫情还在爆发，现在又变种成印度第三种。印度现在这个变种之后，继英国变完种之后，我们看到它的传染力越来越快了，真的好可怕。印度变种完之后更可怕，所以现在疫情没有结束，大家不要以为疫情结束了，可是我们金门人日子要过下去啊。对，我们就是跟中国互相在做生意。你今天如果开了小三通，对那些经营小三通的人或许有帮助，但那些人终究在金门是少数。那你想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对于金门来台湾的人，台湾人也会担心啊，因为你跟对岸已经通了嘛。所以我是这样觉得，说这方面，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赶快恢复金门的小三通，也希望他们能够经济上能够步上正轨。就像我们现在也希望赶快，可不可以从第三期变成第二期，至少让一些我们这些夜市啊恢复。对，但是这个时候大家要共体时间，不能说只是因为你一个地方的利益。我觉得还是要从全国的整体的角度来看会比较好。金门人现在对台湾人很防就一定要快筛，对不对？虽然我们是同一个国家，但是他就是说台湾的人起码有给台北人，他想打开让我 docky 耶哈，反而是要求跟中国来进行小三通。到底厦门现在的疫情状况是怎么样？中国的疫情事实上它是不透明的哈。你说要去中国打疫苗，我是奉劝我们这个金门人也好，台湾人更不应该这样子，因为金门也是我们台湾人嘛，所以不应该这样。到美国去打疫苗，我都不鼓励了，而且我奉劝也不要去。你不鼓励，为什么？你到美国去，班机都客满嘞。那客满，你到美国的，美国现在疫情还很严重啊，一天都好几两三万人感染啊。你以为得被怕疫苗？你以为为了怕疫苗？你去怕疫苗，全部拿两个月才会有生效啊，对不对？那你在这期间感染受不了啊。那中国的疫苗不能打。我告诉你，今天为什么中国的科兴会被认定为说，WHO 把它认定，那认证，那是因为是中国的压力的问题。我跟你讲啦，这个是有一个七种的那个疫苗的比对啦，最上面的那个就是莫德纳啦，那最下面这个就是科兴的疫苗啦，它是只有50%的一个保护力哦。是，因为在那个 WHO， 它是说你若有50%的保护力的话，你就可以被认证。事实上，那抗体就20倍了。它呢，你打下去以后哈，老实讲，一个月、两个月就没有效，因为它是一个灭活的一个疫苗嘛。所以那我你说要金门人要去打，我是奉劝你们不要去打，因为打了以后可能效果可能持续就一个月左右。所以不能打，去美国也不要打，因为也不要到美国去打，因为这中间我现在去美国非常危险，你要花钱，等一下又感染到就划不来。我们台湾的疫苗事实上，我们已经一直在进口了嘛，那
等一下我们就要谈到说，哎，国产的疫苗，事实上国产疫苗很快就出来了。所以教授，你的专业，你在美国待这么久，你又是病毒学的专家，你就说不要打中国的疫苗，你给不哎，保护力只有百分之五十，但是他两三个月之后还要再打第二剂，他抗体才20倍而已。然后去美国，这个美国的病毒明明比台湾多，台湾人得伤好命，你知无？美国现在有一堆人准备走去美国，一天都有12000人感染啊！那美国现在都开放啦。我朋友就讲，今天来美国跑，我讲啊，美国的比咱较严重，还是去自投罗网要冲啊？会？对啊，他们唯一好就是说，他们真的疫苗的选择多。好，我们台湾这个疫苗一上来，这个民怨就会比较消弭了啦，哈。好，现在高端疫苗来了，台湾这蓝绿恶斗很严重嘛，所以就开始讲高端疫苗，安那拜，今天二期解盲成功的学长讲，早就知道啦，都讲好啦，照了咱结果是这样子了。到底高端疫苗好不好？我们要平心静气的来看，盲公进庙七神，台湾的三米龙唔喝。我们先来看看解盲的一个这个最新的内容，还有呢，这个专家怎么来看这件事情？来看 VCR， 安全与耐受性良好。所有受试者未出现疫苗相关严重不良反应。高端疫苗宣布二期临床试验解盲成功，下一步递交食药署申请 EUA 紧急授权。从解盲到开打的距离，6月10号公布二期解盲数据，食药署预估7月初审查 EUA， 若数据不佳，将视情况补件或实验重做。若审核通过，3到5天内准许 EUA， 接着进行量产检验封签。能否像总统蔡英文所说，如期在7月开打？高端还有重重难关。6月底，高端疫苗要与 A Z 疫苗验出的抗体效价做比较 ，A Z 疫苗保护力约70%以上，高端要比 A Z 高。专家包括中研院院士陈培哲都呼吁，不能让仅做二期试验的疫苗通过 E U A。前疾管局长苏益仁也说，国产疫苗只能当战备疫苗，非到紧急不要使用，都让负责审查的专家会议成员面临庞大压力。若高端顺利取得 EUA， 是否真的开放施打？而民众信心够不够，都是难关。既有的疫苗，那么我们就让它多打一针或两针，把整个这个群这个整体的免疫效果提升嘛。所以一旦提升以后呢，它对于这个变异株啊，相对的都有某种程度的。高端要打入国际市场，除了还是得进行3期临床大规模试验，另外针对变种病毒，高端疫苗仅对英国猪效果不错，但对南非猪相对较差，而巴西猪、印度猪则没有病毒猪实验，无从验证，恐怕都是问题。各种不同的疫苗对各种不同变异猪的那个保护情形，并没有什么厂牌之间不同的差异。高端解盲虽然数字漂亮，但难关还是很多。高端强调3期临床试验还是会做，一一化解外界疑虑，增加各界信心。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哈，这个有医师整理了5个重点哈，就是说二期解盲成功嘛，疫苗安全副作用少，打完几乎会产生足够量的抗体，制作过程品质稳定。大家所关心的3期临床试验，还有其他研究试验会依计划同步进行。好，这是医生的一个解读。那么还有一个正面的消息跟大家报告的，就是说抗体效价有662，胜过 A Z 跟莫德纳。好，这个抗体效价叫做 G M T。熊，干嘛熊牛啊？大概门环内讲注这个疫苗没什么问题啦。哈，我们现在注很多的疫苗回去得发烧两三天啊，稀冷格格啊，稀累累啊。哈，这个因为是比较成熟的做法做的，比较慢啊，所以大家都等很久，有没有？但是比较稳定，副作用稍微少一点，所以没有严重不良反应。问题现在就是怎样，有好还是不好？我们现在AZ 的这个综合抗体效价是370，好，我们的高端是662，这个怎么解读？关键在于什么？综合抗体效价和疫苗保护力，现在有文献发现说是高度正比，但是可不可以直接对等？我们现在被连线的是国卫院感染跟疫苗研究所的研究员周彦宏先生。周先生，您现在线上。是，主持人你好。好，这个高端疫苗哈解盲成功，很多说早知啊，国家全力栽培，绝对嘛要好过。啊，你针对安尼大家哈，这个辛苦努力哈，结果出来了这样一个结果，你有什么看法？我应该这样讲哈，这个当然这个。科学的数据呢，绝对不是用期待的方式可以得到的一个结果，必须还是要有真正的一个所谓的技术成分在里面。那我们这次的临床试验二期的解盲的结果呢，相信主持人及来宾都有看到，
这个整个 GMT 的抗体效价可以到600多，其实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数据。如同来宾书记讲过，就是在前面整个国际上目前用的临床试验的一些疫苗，包含 AZ 或莫德纳，大概都介于300到500之间，这个都要看他们打的剂量以及他们的打的施打的 人员的年龄分年龄层。那我们就是以在 AZ 里面他们的年龄层分布是18岁到55岁的这个分布呢，对照于我们现在国产疫苗的话，其实这个倍率呢当然显著的有的确有比 AZ 疫苗来讲来得好，但是我们应该还是要注意一点哦。虽然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方式对的，但是毕竟这个在实验的一个时间点测试的人员，测试人就是授予测试的人的这个，毕竟整个环境条件都不太一样。所以呢，我们从这个数据里面，我们可以来说明的是说，国产疫苗所产生的这个综合性抗体下降很不错，我们可以应该这样讲。但是是不是就一定要对应到它的保护力效价？这个其实有一点太早讲，因为毕竟在科学上，所谓的临床试验三期在补足临床试验二期，就是所谓的疫苗保护力的效价。嗯，那 AZ 的疫苗保护力效价，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打一剂的时候大概 73%， 打到第二剂的时候将近有80几%。好，如果我们以这样的对等的话，的确可以相当的模拟那个它的免疫保护力。但是呢，就是如同我们讲的，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数据，所以我们这种叫做权宜之计的方式做施作，所谓的免疫桥接这样的概念。当然这个东西其实给我们一个强心针，其实最起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施打，我们这样的疫苗的技术呢，基本上能够产生的免疫力不差。哦，这个当，所以我们当然很期待六月底的时候 AZ 的这个200人的外部测试的结果，嗯，这个时候的解盲之后，我们可以再对应，因为这个时候是等于是同一个时间点。你是说布桃感染的这个打布桃医院事件有200多人打了 AZ， 要拿这个来做对照组，是不是？对，这个还会更科学。这个什么时候会出来？因为 AZ 他们这个六月底那个中研院的实验室，他们就会把整个生化分析的结果就会出来。所以我觉得在六月底这个解盲之后呢，会给我们更正确的数字。嗯，但是起码我这边强调就是，的确我们的产生的免疫抗体力的这个效价呢不差，真的很不错。嗯，再请教一下哈，就是说昨天记者会当中，我承认说我们对于变异的病毒株，英国的变异保护力就是这个综合抗体的这个效果还不错，但是到了印度、巴西，是不是就没办法应付？效果差是差到什么地步？好，我先讲，我们先讲我们的技术呢，我们是要次单位蛋白质疫苗，我们的次单位这个蛋白质是叫 S2P 高端所使用的。好，我们现在能够对应的同样是 S2P 这个蛋白质，是它是用核酸哦，这个就是莫德纳的疫苗技术。他也用 S2P 蛋白质的核酸的疫苗，嗯，所以我们就跟他对照。目前莫德纳的整个在研究在临床试验第三期的时候，以及目前在整个大规模临床试验的时候的数据里面分析，对于英国变种病毒株的免疫保护效力没有跟原始的变种病毒株没有差别保护力，但是呢，对应到南非以及印度变种病毒株的时候，就发现它的综合抗体效价的能力只剩1/4，嗯，1/4。所以呢，你把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它同样都是 S2P 蛋白质，所以回归到高端的这一个疫苗技术里面，我们可能不好意思，可能还是会面对到这个变种病毒株所谓失效的问题，就是整个抗体力的原有的这个能量会下降。是的，那我想请问一下研究员，就是说，好，我们面对印度，我们的综合抗体效价少了1/4，那莫德纳呢？莫德纳就之前的数据就是这样显示的，已经少了只剩1/4。莫德纳也是，不是少1/4，剩1/4。对，莫德纳也是。哦，对，所以呢，莫德纳才开始他们的已经有在考量，在整个
第二代的临床第二代的疫苗的开发、嗯、那目前其实他们已经在设计跟制造了。好，那这个阿中部长他丢了一个议题嘛，就是说我们现在要争取莫德纳的代工机会高吗？是本身应该讲这个就是有点像是政府跟政府之间的一个信赖的问题、嗯、因为目前我所知道的本身的 mRNA 的技术呢不难，其实这个部分呢重点不是以这个 mRNA 技术的包含生产跟制造，而是在于要包装 mRNA 技术有个叫脂质物，脂肪的脂叫脂质物、嗯、那这个英文名称叫 LNP。 那这个 LNP 呢目前在疫苗厂在莫德纳等等这些疫苗他们有所谓的专利、哦、因为有这个专利等于就是有牵涉到所谓的商业上面的一个保护的机制、嗯、所以呢我们在谈当然可以谈，也就是说他可不可以把这个专利做寄转给我们或另外一种商业方式 的形式做合作，那这样子的话在我们台湾这边代工莫德纳的核酸疫苗的话就应该有个合作的形式的机会就会有了。嗯，好，我们谢谢周彦宏研究员这个线上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还要请问一下赖教授，我补充一下同样的问题都是请教教授。 我来补充一下刚才谈到这个变异病毒、嗯、那高端疫有没有效的一个问题了。事实上刚才姐讲得很清楚，对英国变种病毒没有问题嘛、哦嗯、那莫德纳也好辉瑞也好他们以前做的这个所谓保护效力呢都是在美国里面做的，那美国里面呢就针对那武汉原始的那个 D614G 那变异的那一株在做、哦嗯、后来我们有一个 Johnson Johnson 出来了以后他比较慢做，他做了好几个国家，最重要的他在美国做也做了将近20,000人，他的保护力呢是在美国有 72%、哦、但是他很重要的他到了南非去做，他到南非去做了差不多有6,000多人的一个试验，那南非的疫情也非常严重啊，他的保护力是 59%、哦、那这个到了巴西去做，巴西也是一个 P1 变种病毒啊，他有 66%。那这个 Johnson Johnson 所用的这个种毒呢，事实上跟我们高端也好，跟那个辉瑞跟那个 Moderna 都一样的那种的、嗯、所以呢，对于这个变异株来讲呢，当然现有的疫苗可能对这个南非跟巴西的会有一点点影响，但是至少还有50%以上的保护力、哦、那这一次因为我们那个高端的疫苗解盲了以后，事实上大家都担心说，哎，没有做三期的那个实验，人体实验为什么可以来做紧急授权呢？事实上，我们台湾有一个叫做 CDE 这样的一个那个叫做台湾医疗药品的查验中心。嗯，那这个 CDE 是我们在台湾在1998年就成立了。那这次哈。这次有建议说这个疫情的一个那么严峻，事实上而且有建议说我们国家自己要来生产这个疫苗，要制造研制这个疫苗，所以呢事实上我们这个 CDE 这个机构呢在去年十月的时候，因为去年十月的时候美国也疫苗也要上市啊，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所谓紧急授权嘛，那我们这个 CDE 那个时候也开始请了10-20个专家来那个呢，来讨论，来做决定，说我们是台湾将来有国产的疫苗，是不是也可以比照美国又这样紧急授权？所以为什么高端的疫苗或是廉价的疫苗，在第二期的那个人体试验的时候，他用了4,000个人，本来第二期的人体试验是可以用300或者到600人就可以了，所以那个时候用了4,000人呢，就是目的要来知道说。用了比较多的人看它的安全性跟它的效力性、嗯、那用这种方式 来说现在就是一切都是紧急状况嘛，都是紧急状况，那今天有很多人在讲，刚才那个中研究员、嗯、研究员也讲啊，就是说我们有 AG 的那个施打的对比布桃的那个布桃那里可能有几百个嘛、嗯、对，那如果用那个抗体来比较的话，那跟我们的高端的疫苗看起来比较，那也就很好了。事实上也不一定，你知道，
我们的其实我跟你讲一个澳洲在五月十七号澳洲大学的一个这个教授们在五月十七号发表一篇论文嘛，是他就收集了现在七种的这个上市的这个疫苗，从莫德纳、辉瑞、AG， 还有德国制的、俄罗斯制的，还有是中国科兴的，他收集了这七种疫苗是他们第一期跟第二期的那个叫做人体试验产生的抗体，还有恢复人的血清的产生的抗体抗体力量，然后呢再比照这些七个疫苗在第三期的效力试验里面的保护力，结果呢他就做出了一个叫做曲线，那这个曲线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曲线是怎么样的一个曲线呢？就是一个抗体跟这个保护力的关系，那这个曲线一就是用这个曲线来走，这个曲线最低的一个抗体的力价是20倍，那就是科兴疫苗他们20倍，那它就有50% 的保护力哦，那50% 保护力的话呢，那个叫什么 WHO 就认证它了，所以说这个科兴疫苗已经通过了。是，事实上我你这样的一个你这个曲线的结果，其实主要就是跟我们同样做法的 Novavax，效果是最好的。Novavax 我刚才给各位看 Novavax 是排在第二个，他是不是莫德纳下来就是他了？可是我们做出来的东西跟 Novavax 是一模一样的吗？不一样， Novavax 是可以一样的，但是做法不一样。好，所以他们做法跟我们不一样。好，那我再解释一下很重要的，这个曲线做出来以后，在5月26号，在 WHA 就开了一个大会，对，那就在讨论说以后的这个新的这个武汉肺炎疫苗如果出来，是不是要做第三期的人体试验？事实上，有1000多个科学家在那里，我们台湾也派人去参加这个会议啊。是，结果呢，大家有大部分都同意说，以后的那个紧急的授权呢，没有办法做这个第三期的人体试验的那个疫苗呢，就可以参考这个叫做这个曲线来那个。判定它的效力是。那我刚才主任你也讲过啊，莫德纳啊，或者是辉瑞他们就300多倍啊。那我们的那个高端疫苗有662倍，662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说它的综合的抗体是比所有现在的疫苗上市的还高。哦，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我想他们保护力是95.95%或者是94%，这个是。莫德纳跟那个辉瑞，我们台湾的这个高端疫苗是怎么样呢？它的阳转率是99.8%，那你的意思就是说100个人的话，只有0.2个人，但是0.2你不能这样讲0.2嘛，那就是说如果3850个人的话，它的阳转率99.8%，就是差不多有7个8个人没有抗体，那差不多有3000多人都有抗体哦。有抗体不是关键，有抗体就是阳转，它有保护力。而是这个抗体它的保护力多还是少？对，多。就好像你说科兴，那我们平均662倍嘛，那20倍就有保护力，就50% 保护力了。那这样讲起来哦，如果我这样讲，大概没有人会相信。戴教授，你今仔日讲伤济啊，观众朋友不我讲，那你高端的疫苗哦，有可能保护力是100%。你今晚要用你的学术地位跟人讲高端疫苗的保护率是100%？不是这样讲，我是讲，照那个阳转率来讲，这个有可能啊。你估计是多少？我没有办法估计，但是一定不会输这个 Moderna 跟辉瑞，因为阳转率是99.8%哦，表示讲你主流的人都有抗体，啊，哪有抗体，今晚平均是662倍，我是用科学的迄数据来说。那我们当然一个疫苗不可能有100%啦，那如果用我这样的解释说，这个疫苗的那个保护力一定比莫德纳、比辉瑞更高。你今天要跟我们观众朋友讲说，我今天讲这样，我保护力，而且这个比辉瑞还高，比莫德纳还高，还高，副作用还比较少。那我们662倍，他们在300多倍而已啊。那当然，它是不但比高，而且它持续。免疫的持续的时间会长，而且呢，事实上，我今晚要叫我去美国，因为开始退票啊，对不对？我最重要是安怎呢？也咱个看了，最重要的一点，他发烧的就零点多七个%，
其他莫德纳、辉瑞发烧的都十几个。你对高端看这看好，你看这把大家连干呢，你有什么看法？连干呢，就是因为每个吃衰，因为有什么看法？当然有些人，每个今把台湾人要打高端的越来越少，有些人在讲高端没有做第三期，当然他有他的道理。但是现在我们讲的是紧急授权，而且有很多资料。我出来，我刚才讲那个曲线。另外呢，如果台湾真的做出来那个 A G， 我们打了在布桃那里打了一两百个人的时候，那个疫苗那个测出来的抗体，如果跟高端来比的话呢，那高端如果高出来两三倍，那你怎么不用不给他授权来使用呢？我现在要听一下基层医师的看法。按这是教授的看法，伊讲高端的无输莫得啦，大家一个紧张啥货？你意思是安尼嘛？我给你保证，咱今天、保护你无输莫得啦嘛？绝对无输的。基层医师的看法咧，目前的结果，最近大家都很多讨论嘛，什么台湾人难道是次等国民吗？跟中国、俄罗斯一样，只有二期就要上市了吗？把我们台湾人当什么？把台湾也骂得蛮又不是那个了。但教授现在已经讲了，高端他认为不输莫得啦，你的看法？对，我觉得应该这样讲了哈。当任何一个研究，我们希望拿来真的应用在人体身上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不能够让他说我真的去面对病毒来试验看看效果如何。那的确，后续我们就会考虑到说，我们是不是要看他身体里面的综合抗体，跟已经有得过的人，或者说跟打别的疫苗的人来做相比。那目前看起来数据是真的很不错了哈。我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还要另外提醒哈，其实大环境里面一支疫苗好或不好，就算它很好，大家还是要小心谣言这件事啊。想想看，去年有人拿着球棒要流感疫苗打气大旺。结果呢？随便一个谣言出来，就完全没有人要打流感疫苗。在台湾的疫苗也是一样了哈。你看现在大家都在抢疫苗，要疫苗。就算这个疫苗我们研究出来很好，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以科学的观念来分析，而不是希望大家看到任何谣言就把整个打气弄灭、弄消失，到最后受伤受损的还是整个台湾呐。我昨天看了那个吴子嘉的一个看法，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啦。哈，他说高端疫苗其实就是美国的技术，台湾的代工，所以很快的，说不定美国很快就会承认这一支疫苗，所以我们以后去美国应该就没有问题。我们跟日本现在那么好，那个斯里兰卡被日本偷疫苗，日本的网友说没有，这只有给台湾直接的，哈，比如说在台日真的很友好。是不是有类似这样的状况？现在高端疫苗讨论蛮多的，但是重点是高端疫苗在最近的吗？如果照那个吴子嘉讲，不是好消息吗？对，他意思就是说，原来整个布局是这样子，他现在看懂了为什么蔡总统敢说要开打，就是美国直接给我们的嘛，我们几乎就是等于美国这支疫苗的代工嘛，是不是這樣？不对，不对，不对，完全不对。美国给两个，给一个东西给我们，给那个核酸 mRNA 给 Moderna， 他给一个子体只有 DNA 给我们的那高端公司，完全是我们台湾人自己把它研发出来的，美国人没有来监督，美国人监督什么呢？就是我们那个疫苗研发出来了，做了一个动物的毒性、安全性跟有效性试验的时候，美国人有监督。好，这个就他看了说，哎，你这个疫苗没有错。那整个的，当然高端疫苗是一个团队研发出来的，但是第一步非常非常重要，你要怎么样把它用一个 DNA 给我们，一个核酸给我们，我们要在那个细胞里面给它生产出一个纯粹的刚才讲的 SP2 的那样的一个蛋白质出来，哇，这个技术都要非常强。所以台湾人，这是纯台湾的技术吗？纯台湾的技术。是台湾，我在这边我给你透露一下，这个技术就是什么呢？什么？就是我台大兽医学院的一个博士班学生做出来。哦，这个实在是，你说美国只给我们核酸一个 DNA， 只是给我们一个核酸，我们台大兽医系的一个研究生，所以我们不是研究生，他已经毕业了。台大博士班的一个研究兽医学院的一个
研究博士班毕业的学生，他是研究蝙蝠的吗？没有，他是很早就做这个基因。没有，其实这两只，所以、哦、很多的误传都不对。其实这两只的主，人家讲的是错的就对了。你讲的完全不对，不是我讲的，技术完全是台湾。当然，他们给我们这个，所以你说这个真的高端打出去，全世界如果打得好的话，这是又是一个台湾之光哎、欸，完全是台湾之光。所以今天呢，在台湾能够有做出这样的一个疫苗，我跟你讲。韩国、日本都做不出来，真的很多国家都真的啦。那有人在讲啊，高端的疫苗为什么要卖那么贵呢？你知道高端的疫苗用什么样佐剂呢？用一个 CPG 是什么？是我们打那个 B 型肝炎啊，那个佐剂、嗯。那个佐剂是一个片段的核酸，那在美国是很贵的，我们要向美国买的嘞、嗯。那种价钱基本很那个成本很贵的，所以为什么打高端的疫苗？都没有发烧，发烧在零点几个人，没有，我也打过了，我打过两剂了、嗯，根本就没什么反应、嗯。那有人说，欸、你可能是打到死盐水，生理盐水，我也怀疑了但是我带了十个朋友去，十个都没有反应、嗯，那十个都打到死盐水，不可能的。所以我说，哎、欸、呀、啊，你对高端叫你肯定啊，看到大家拢那个嫌，你袂感觉足艰苦的。我袂艰苦，因为科学到最后会证明。哦，会证明。你觉得现在就这样忍耐？我是说台湾哈、哦，我们都是同样是在一条船上。嗯，这条船呢，现在在暴风与风浪中间在航行，夜间哦。那这个民进党在掌舵哦，那这个陈时中在用按照这个科学的 SOP 在防疫这样的一个疫情，一个非常严重的疫情。那我们呢？虽然现在有360几个家庭人死掉、嗯、每一个人死掉就是每一个家庭的一个灾难，所以我是认为我们全体同胞都是在这条船上、嗯、大家应该要支持我们这次防疫是怎么样做的，如果没有我们这个指挥中心，哪里世界上哪里去找说一个指挥中心每天做一个那个叫疫情的说明，中报又让所有的记者问到饱，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认为柯文哲都做不到。你刚才你讲到柯P哦，我是要苛责他的是什么？他对这个防疫就是不积极，没有那个态度。他是一个医生，如果第一时间他能够把万华这样啊广场这个地方能够把它控制下来，不要给他外流病毒，新北就不会那么惨。那今天的那个疫情不会那么惨。而且死亡人数也可能不会那么多。好，今天总统道歉了。好，这个本土疫情延烧，全台累计385人死亡，总统道歉了哈。来，敏凤，我觉得总统这个态度是非常好的了哈、嗯。就说，因为我当然就说防疫或是这个破口不是总统实际操作的责任，可是它代表一个，就说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对于这300多个人的死亡，他的确是要有一个。态度，然后表达歉意，就说对于老百姓的照顾没有照顾到100%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我这从5月中旬以来，我觉得很多的指责当然就是指向中央政府或是这个有些地方政府的破口没有守好或怎样、嗯、那其实这中间也有很多的这个，也有人觉得说过去一年好像都没有准备，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总统这样的态度是很正确的啦哈。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某一些部分国家的准备方面真的也要加强，譬如说我们最近又要进，今天进来10个，但是还有70个，就是总共有80个那个负压隔离舱，那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如果5月15号爆发的时候，我们就马上有人订那个东西进来的时候，那个死亡率就不会有这么高，因为它是一个马上可以让10个人住进去，然后肺部有氧的，然后快筛站那个。像林志颖他就捐了快筛站这样子一个东西在，所以不是只有捐钱，人家捐的东西都是有思考的。就像那个中国当时武汉肺炎也有人捐了很多，就是具体的这个事这个工具，比如说口罩或怎样，不是只有捐钱。那我觉得这阵子我觉得大家都很努力在做这个事情。那我觉得可惜的就是国民党啊。那我不是说故意要挑国民党或是中共或是怎样的意思，只是说你国民党应该在这种时刻，你可以学林志玲嘛，就
捐一点这种比较务实的东西去协助这个所谓的帮助这个防疫嘛，你也可以去号召像那个企业界捐这个隔离舱，这都很实务的东西啊。可是你不是啊，你每天都在立法院讲一些很奇怪的话，那不是要陈时中道歉或是苏贞昌道歉？好，今天连总统都道歉了，他们已经觉得这个段时间对不起国民了。那你国民党是不是可以这就是把这个立法院的这个杯葛或是这个预算的这个顺畅，把他这个障碍给他赔掉，然后全民的一起抗议呢？所以我觉得总统今天的道歉对整个疫情就整个防疫工作，然后所谓同岛一命这个概念继续往前走，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的啦。那我觉得就是说各方面，包括过去一些什么，我觉得这个疫或是这个疫苗，虽然疫苗这个还有很多人没有什么这个具体，就还在等待看，因为它食药署的整个审查是六月底才会出来。可是这个疫苗对台湾来讲，我觉得早晚是要成功的。那这个成功就代表我们是要跟中国做疫苗战的一个重要的武器。那在美国跟日本的支持之下，我觉得这个东西台湾也不要小看自己。我觉得这个虽然它只有给我们一个 DNA， 那可能我们的佐剂跟他们是不一样的地方，是技术不一样，但是台湾可以走到这一步，我觉得未来就像这个林奏炎这个召集人讲的，在援助这个友邦啊，或是东南亚地区，也是可以跟中国拼搏的。所以总统来说，下一波疫苗外交，我们不见得缺席。对，我们现在是真的在暴风雨中，大家要多忍耐。对，没有错，现在就是真的是在风雨，就是说在风雨中，那有人要开始撑伞啊，有人要搭帐篷啊，然后慢慢的把这个东西弄一个稳定了。所以我觉得总统除了道歉以外，总统当然也是要实际去推动这些所谓这个疫苗的成功也好，或是这个各种防疫的工作也好，做到更好就是对的方向了。不过你讲的很对，我觉得你给国民党的建议也很值得参考。对啊，我没有谩骂他们，我希望他们在防疫的过程当中，除了监督，其实适当的给社会一些帮助，对啊，民众会看在眼里。等一下我们听听国民党的回应哈，广告之后更多讨论，马上回来。政府一定会依照国际科学标准，为国人的健康安全严格把关。重申国产疫苗绝对会100%严格审查，尽管蔡总统再三保证，但立委也关心，打了国产疫苗之后，国际承认吗？有心人士要把它操作成，你打了国产台湾的疫苗就不能出国，完全是不对。那如果你这样的证明，那就不用再经过复杂的一个查核的程序。质询台上连番追问，而卫福部也直接点出，不管打的是国产还是进口疫苗，一样可以出国。毕竟看看将在7月推出疫苗证明文件的欧盟，议会官方网站就清楚写着，这并不代表是疫苗护照，更不是旅行的先决条件。换句话说，就算打的疫苗尚未取得国际认证，还是可以入境。如果国产疫苗还没有办法达到国际的认证的话，那我们是不是要对它进行后续的采购？对，我们有这样的思考。尽管取得国际认证很重要，但对一般民众而言却不是当务之急。我觉得现在是能够有得打就打啦。如果可以打的话，我应该会先打。目前没有打算出国，所以我应该不会考虑这个问题。根据 TVBS 最新民调，不管是高端还是廉价，愿意施打国产疫苗的人都超过50%。而苹果新闻网民调更有78.1%的民众表示对国产疫苗有信心，78.2%的民众表示愿意接种。尽管距离国产疫苗取得国际认证还有一段路要走，但从民众反应看得出来，能不能出国已经不是重点，只要能尽快施打安全有效的疫苗，比什么都重要。咱台湾社会就是安尼啊，相当的自由啦。你想要攻杀就去攻杀哈，但是因为我们有国家一直要侵略，我们要并吞我们哈，所以这中间很多错综复杂的因素，没有办法那么单纯的来看待。刚刚这个教授哈，伊讲高端是非常好的哦，无输莫得哪哦，这是伊的专业的看法哦。那好提供民众这几个参考，特别是我们这些中壮年哈，我们轮来轮去带只轮得到高端哦，是不是这样听了之后感觉会好一点？但是呢，因为蛮多的批评的哈，大家会质疑说，哎，台湾为什么掏夹包只有二期，把我们当什么好等等这样的那个讨论，佮讲哎，我们为什么要买那么贵哈？叮叮。等等，所以呢，最近有一些民调出现，发现说我们现在愿意打国产疫苗的比例有一点往下走，大家信心有一点在流失。
那个有选择机会施打疫苗，这个北门的嘛，哈，正大门的，哎，大概什么？第一个要注的莫德纳，第二个辉瑞，第三个 Johnson， 第四个 AZ， 第五个才国产哦。好，等于高端联雅，哎，国产高端是 28% 的人要打，联雅是 25.6% 的人要打。不论是否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之下，有 17.3% 会选择中国疫苗。若非中国疫苗是中国代理，有 46.7% 会选择。好，这是政大选研中心的网络民调。ET Today 的民调呢，如果可以选的话，要打哪一种疫苗？进口的，不管是 AZ、辉瑞、莫德纳，高达6×6。国产疫苗不到20%，哈，都不愿意的是2.6%。施打国产疫苗的意愿，哈，这个是5月30日到6月1日，哈，用手机简讯来进行调查的。调查的这个有效样本数是1520份，这份疫苗里面呢，其实愿意跟还算愿意有过50%，过50%的民众是愿意施打国产疫苗的，完全不愿意的有2×4哈。国民党说有5问要来问，哈，这个赵熙，我现在给你好好问。这个当然啦，我们这个碰到这样子的一个国产疫苗，但是乐见它发展哈。那这解盲如果通过了，这当然是好事情哈。但是在后面呢，也有很多很多的疑惑嘛哈。这个东西就是说，确实也是民众的疑惑，也是一些专家的疑惑嘛哈。所以在今天，当然我们的新闻里面也提到说，这个之前来讲的江启臣主席就乐见我们的高端疫苗解盲成功哈，但是有一些疑问待厘清哈。那我坦白讲，这个疑问不是国民党的疑问，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苏益仁抗煞英雄啊，苏前局长。啊，他有提到，哈，这个就是对于这个没有进入到三期这件事情，他还是有疑问的。那包括过去的这个中研院的这个院士，哈，詹家崇，现在的这个院士，哈，啊，另外一位院士，哈，不是我们的陈培哲院士，哈，他也提出来了，哈，就是说，当然是对这个病毒株的这个部分。那最重要的，哈，这个都不是国民党讲的，哈，还有今天的卫福部官方的立场，在今天立法院的正式报告里面提到，哈，就对于这个未来。到底有没有办法应付这个变种病毒，他用的四个字就是不易对付，不容易对付。为什么？因为他这个在卫福部的报告里面是说，这个因为我们的疫苗是重组蛋白疫苗，开发期程是比这个核酸的疫苗要来的长，所以在应变能力等等之类的，它会是一个疑问。那当然我必须讲，我们不是专家，但是这个是卫福部的官方立场。那其他的也都是一些我们讲说过去曾经在民党政府服务过的一些我们的这个卫生的相关的官员跟抗煞的英雄，我认为他们的话我们至少不能够把它忽略掉。在未来的这样的一个上市的过程里面，我们认为啦，国产疫苗它迟早 sooner or later 迟早要在台湾变成我们这个防疫的重要的后盾的力量。可是它的次序跟他资源的配置，是不是要像苏益仁这个我们的前局长所提到的，他到底是要做到优先的疫苗，还是要做所谓的战备疫苗？在我看来的话呢，我可以理解这个概念，就像打篮球一样嘛。现在战情非常的紧张的时候，那前面是有先发球员，但是我们的国产疫苗是不是作为可能是最佳第六人的这样子一个角色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的疫情的空窗期确实存在，国产疫苗就算我们跳过了这个到底是要二期结束就可以上，还是三期做完其中才可以上的问题，它最晚也是要到7月底嘛。那中间的空窗期，我们在这个疫苗的取得，在跟国际疫苗的索求这个部分，确实还是我们现在最大的挑战。所以我认为现在的执政党政府站在我们国民党的立场，是要督促现在的执政党政府要先把第一优先的药物去做好。那我们认为这资源配置是三个嘛，第一个就是疫苗，国际疫苗的取得，第二个就是说代工的争取，这个资源配置也是很重要。所以今天在立法院，包括陈时中部长跟江启臣主席彼此在质询的时候，反而有点互相鼓励的这个感觉出现啊。就是今天如果陈时中部长，你是不是要争取这个莫德纳的代工？要我们全力支持啊，好，所以我们也没有说只有唱衰就好，就特别回应一下敏凤姐哈，其实我们还是有做一些事情的，有吗？包括有，包括像马街医院，我们捐的这个就是防护衣，好，2000件防护衣，还有面罩，还有新北我们捐的快筛试纸等等。只是因为这种东西哈，坦白讲，不是口水战的事情哈，大家可能没兴趣都没有注意到，但是我们有做，所以这个。慧敏，这个如果有注意到的话，拜托帮我们报一下哈，我们还是有对这个社会要有正面的东西，我们是有做的哈。这样也是要鼓励，所以我们是在做一个忠诚反对党的角色。什么是忠诚反对党呢？好，对国家要忠诚，但是对政府要监督，对人民要负责。我认为这是一个有层次的一个态度。那今天如果
这个政府的防疫确实也像蔡英文总统道歉一样，有些值得检讨之处。那当然，我们站在反映民意心声的角度来看的话，还是要提出来我们的建言，还是要反映人民最基层的心声。一定是有做不好的地方啊！哈，坦白讲，拢还是有努力的空间。但是，确实，我们阿中部长为我们争取了这一年半蛮自由的时光。这一年半争取下来，高端疫苗现在也即将哈，这个可以紧急核准的话，其实不简单啦。但是也确实有蛮多做不好的地方啦，博文。我觉得这次的疫情这么的严峻、全世界各国都陷入这样空前的紧张。那你说台湾一定能够做到滴水不漏？我讲真正，鸡蛋再密也有缝，所以该怎么样承担？我觉得人民的心声，我觉得身为执政党责无旁贷，我们就要承担。但是我们要扪心自问，我们反省之后，我们有没有更加努力？我是认为整个执政团队，包括阿中部长以降，真的都非常的努力。那至于有不足的地方，当然我们要尽快补足。那我要讲就是说，台湾以目前的状况来讲，第一个，台湾真的情况很特殊。台湾为什么这个三期这么难做？第一个就是说，第一个我们之前实在是没有什么疫情哈。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这一次的疫情爆发可以说是非常的一个紧急的状态，这全世界突然陷入必须要应付这样的病毒的情况之下，所以我想这个没有进入三期，然后现在希望能够获得紧急授权，这坦白讲是一个很不得已的一个做法。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我相信经过很多的游说，很多的这个说明，我相信很多学者专家是可以接受的哈。但是当然台湾是个多元的社会，你说有没有不同意见？当然有。那这些不同意见我觉得我们要听，那该吸取该接纳的，我觉得我们就好好的去把它融合在这个未来的整个防疫政策里面。那第二个就是说，现在也有一些专家就针对高端疫苗，他说：“哎、欸，包括卫福部，我觉得卫福部这个态度是诚实的，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不对。”他说：“欸、这个面对未来的变种病毒哈，恐怕不易对付。”但是我请问啊，面对这个武汉肺炎这个病毒，本来就是一个过去凭空而出来的一个造成全世界恐慌的一个病毒，未来会怎么变异？我想请问，有哪一个疫苗？有哪一个国家敢拍胸脯保证我做的疫苗未来可以充分面对变种病毒？我相信没有一个国家有办法。这个病毒是不断的在演化，不断的在演变的过程啊。所以我们现在基于紧急，基于这种防疫视同战备的情况之下，我们有一个高端疫苗或未来的联雅疫苗能够获得这么多学者专家的肯定，包括昨天的解盲，其实它的所有的资讯都是公开透明，都是可以让大家摊在阳光下检验。那如果要现阶段有这样一个好的疫苗，我觉得我们也要不吝于给这个团队一个肯定啊。那你至于说哦，那可能面对未来这个各种变种病毒都不易对付，我再次强调，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疫苗敢保证说我的疫苗就是可以应付未来的变种病毒，有吗？有的话请提出来。另外，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疫苗是属于战略物资哦。那战略物资，当然你要知道台湾的情况非常特殊，各国现在其实都在抢疫苗，台湾也在抢疫苗。可是台湾跟其他各国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说我们对岸有一只手啊，这只手不断的在掣肘台湾啊，他无孔不入的希望台湾就是不要拿到疫苗，台湾的疫苗取得就是尽量有问题就好。你看，包括日本这次要送我们124万剂疫苗，这个关中国什么事情啊？中国的外交部汪文斌竟然出来公开讲说，日本这个情况就是，以疫谋独，然后这个谋自己的政治私利。日本送我们124万剂，结果这个中国的这个相关的官员出来大声抗议，这个是什么样的态度？我是觉得很难理解。但是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台湾的现况真的很不一样。真的，我们取得疫苗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要跟世界各国去争取，我们其实很早就进行采购，包括这个 COVAX， 我们都有跟他们不断的争取，但是就有一只黑手在打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研发自己的疫苗相对非常重要。如果大家真的把这一场防疫战争视为所谓的战争的话，这个就是战略物资啊。如果我们国内可以自行研发联雅高端出来，未来我们不用受制于其他国家，我们不用受制于中国那只黑手，我相信这个应该是让大家称道的事情。所以我也希望，这个当然在野党监督是天职，可是合理的监督是 OK。 另外，对于联雅高端这样的一个辛苦的团队，
这样也获得非常多学者专家高度肯定的团队，是不是啊？不吝也给予一点掌声跟鼓励啊？哎，这真重要啦哈！这么认真努力的团队，也是要给他一些这个掌声跟肯定啊哈！我们来看一下哦，现在有多少台湾人在中国打疫苗了？国台办给了一个最新数据喽，至少有6.2万人。好，那台湾很多人熟悉嘛，早起比狗怕吼。这个很多人不然不会说长荣航空的 GoPro 有个 key 嘛，这个定位是满的一个状况啊哈，所以其实台湾人也用自己的方式在做它的处理了。但是我们现在问了哈，现在就有些人在批评我们的疫苗政策定高机，好，然后定跌国产哈，是不是代工的部分应该也要争取？那陈时中说有向莫德纳表达代工，我想请教范老师，这个可行，就是说能有可能成功的机会高不高？当然有这个可能性，因为台湾的生物科技本来在全世界就是领先的地位嘛。那但是就是说，你说要靠这个莫德纳现在来代工，就能够解决台湾目前的疫苗的燃眉之急，我看也来不及了。嗯，就是说未来来讲，我们透过这个代工，哎，大家不要以为代工我们就可以疫苗全部我们自己用，哎，嗯，你看韩国他之前也帮 AZ 代工啊，我们前面的几次 AZ 都是韩国制造的。就韩国他代完工这些东西，他还是要回到 AZ 去 ，AZ 没有授权说哦，你韩国可以拿下来自己用，所以你看什么韩国疫苗不够，还要跟美国买，文在寅跑去美国啊，要求这个莫德纳来设厂，所以我必须要讲是说，其实哈、哦，这个我们现在是多管齐下了。那国产疫苗，我真的觉得很遗憾，就是说我们之前有做过民调，大概50%的民众都愿意施打，但是从这五月下旬开始。一连串，我觉得莱茵在这边给我们的国产疫苗泼脏水，的确是让很多民众感到忧虑，会愿意施打的比例变成降到20%，有降低，对不对？对，那明显。大家说，因为没有进行第三期，抱歉，我们的国产疫苗从去年开始研发，本来就知道不可能进入第三期，因为第三期一定要有比较大规模的染疫的情况之下，我们现在反而可能可以做，因为我们现在台湾也变疫区，去年大家都认为它就是第二期或第三期嫁接在一起做。所以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说像我们的陈培哲的院士，他说你没有做第三期，他去年他不知道吗？他说为什么到了五月中旬忽然恍然大悟，说哎呀，我们没有做第三期，第三期不行，这个不安全，我搞不懂，我不知道了，是不是他受到什么样的启发？嗯，但是基本上来讲，我们目前那个不管我们高端已经说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做第三期，而且联雅也要在国外做第三期，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一方面做这个施打，一方面我们不断做改进。那今天我们一定要有国产疫苗，因为我们看到日本跟韩国，他虽然也帮人家代工，他也要做国产疫苗，而且我们现在的做的是比日本、韩国还要快，还要前面。我认为我们这个国产疫苗未来绝对是四个字：物美价廉。很多人说蔡英文为了要保障国产疫苗，是因为要垄断国内市场。我认为我们的国产疫苗公司眼光没那么小。